这一时段的学讲普通话就要跟您说声再见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北京时间19:00。央广新闻晚高峰，新闻事中新闻人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主持人尹奇。那么今晚做客晚高有两位啊，我们欢迎刘爽和金波，欢迎两位。尹奇好，大家晚上好。各位好，刘爽老师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好，今天是两位观察员为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以下的新闻焦点。世界杯激战正酣，足